咖喱公气象，相信你天气玻璃仔，继续个时间到气象波叔加新兴，波叔你好，是阿纯你好，波叔啊，今日刚刚是好天，也唔过你昨午讲要翻天咯，想起什么时阵开始翻天咧？波叔请讲。哦，咱今日半暝开始吼，风面接近吼，啊，明仔透早明日以北就要翻天哦。咱为卫星的温度，咱大致上咱看到，主要这个风面系统伫中国福建北部，啊，另外想讲日本、韩国这边的天气嘛，无讲介好。啊，咱台湾附近哦，算讲咱山区吼较侪云。咱来看哈未来天气的变化，来看气流甲雨水的图吼。咱今日是今日吼。咱若透西南风吼，温度真悬哦。咱前几工啊有提醒讲，花莲、玉里、宜兰吼，甲台东今日已经出现即火烧风的情形哦，温度拢超过33度以上哦。但是爱特别注意，今日半暝开始吼，甲后日咱受到风面以及冷空气的即影响，开始全台湾搁要落雨咯。咱拜五即冷空气可能搁较强哦吼，温度搁会搁降1度甲2度左右。拜六到礼拜吼，算讲天气较稳定吼，搁咱山区吼中昼了后变作较侪云。后礼拜真紧吼，搁一波的即风面以及冷气团的影响吼，咱彰化以北吼嘛变作是有雨的即天气。咱今日甲明仔落雨的情形呢吼，咱今日半暝差不多开始吼，咱就受到风面接近的这个影响吼，所以咱吼今日半暝啊，大概明仔透早苗栗以北吼，以及台中的山区甲南投有局部这个雨势吧吼。啊，明仔早起吼，这个风面的影响更加明显吼，所以咱明仔早起甲暗时8点左右吼，咱台中以北甲花莲、台东只有局部的短暂雨，台中以南的山区啦，甲这个啊花莲台东吼，同款有一挂塞啊雨吼出现。咱未来五天的这个情形吼，咱拜四吼中昼进前算讲吼，各地拢有一挂局部的短暂雨。啊，中昼了后，咱平地这雨吼慢慢会停落来。但是咱拜四半暝啊，甲拜五透早吼，高雄、屏东这花海这同款个会喷淡薄雨。啊，咱台中、宜兰甲花莲台东吼是中昼了后有一挂吼塞目啊雨出现。拜六礼拜吼，咱甲看算讲是咱这五天内底吼雨上少的时间吼，主要咱一挂山区吼有一挂雨沙吧。后礼拜一呢，咱中昼了后开始吼，佫受到另外一波风面以及冷空气的影响，彰化以北甲宜兰、花莲、台东都变作是有雨少的天气。哦，所以咱今日天气的这个天气咧，同款哦，咱这个春天哦，系统变化较紧哦，水气较侪，提醒咱的好朋友要特别注意温度的这个变化哦。明仔开始哦，咱这个拜三、拜四哦，这两天哦，明日以北哦，温度会增加哦。咱哦，拜三、拜四因为受到这方面哦，以及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哦，所以算讲哦，真水气真侪哦，温度嘛增加。啊，拜五哦，这个冷空气变较强一丝啊，温度阁会阁降低。啊，咱这个拜六礼拜这两天算讲天气较稳定啦。中昼了后，山区吼有一挂雨沙目出现。哦，所以以上是咱今仔日的甲你讲气象，即马甲时间交予咱的主播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